来听一下整个十六湖瀑布的声音。The waterfall, the sound is very clean and lovely and sweet. 现在有四个，这边海拔524公尺，那目前在是第18公尺的水深的部分，可以看得出来。那另外可以看一下整个这边的有四种的鱼类的部分，然后呢还有包括整个风景片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克罗埃西亚之旅。今天是2018年1月16号的早上10点。